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剧有看点。电视剧《封神演义》正在热播，在剧中由胡静饰演的姜王后，后宫威望很高，并且是纣王的发妻，自己的哥哥姜桓楚更是朝中大臣，领导着朝中最精锐的部队，所以姜王后不仅在后宫，在大臣心目中都是被敬仰的对象。不过人外有人，山外有山，妲己的出现一步步威胁了姜王后的地位。本来得知妲己侍寝，王后没有太在意她，因为她知道以前服侍纣王的宫女都没有活过第二晚，所以当姜王后知道妲己并没有在第二天被杀死时，非常的惊讶，想要用带下血的花送给妲己，给她来个下马威。不过在狐妖的帮助下，让姜王后被惊愕住了，姜王后也是从此开始针对妲己的。再后来，姜王后听信杜太师的话，在朝堂之上想让妲己现形，妲己惊慌，幸好狐妖及时出现，不仅救了妲己，还让杜太师显出了狼形，这让姜王后真的颜面扫地。这激起了姜王后的自尊，她开始另想办法除掉妲己。在献给鹦鹉的时候，竟然没有害死妲己，只杀掉了妲己天生宫女瑞丽。姜王后没想到瑞丽的死点燃了妲己复仇的导火索，妲己开始陷害姜王后，王后最后被纣王挖去双眼，王后也因为心理落差太大跳入火海自焚祭天。姜王后死后并没有放过她，竟将残存遗体进行鞭打，不料王后竟在此时飞升成仙，一缕魂魄飞向天空，吓坏了在场的妲己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